我们要立刻行动，立刻行动！是。 新兵的家伙，我们以前见过吧？哼，将军，小的一时糊涂，饶了小的这回。小的待会儿去给许多画赔礼道歉去。哼，屡教不改，视他人的性命为草芥。海参将，宣读太祖留下的17条军法。是。太祖铁令。 闻鼓不进，闻箭不止，举旗不起，欺案不服，此谓悖军，犯者斩之；呼鸣不应，点石不当，为气不至，动感失律，此谓慢军，犯者斩之；多处怨言，怒其主将，不听约束，更教难治，此谓构军，犯者斩之。